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动漫玩玩玩。本节目主要内容就是在外观、结构、特点等方面评测一下模型的优劣特点。今天要评测的模型就是这款艾克斯奥特曼。接下来咱们先去看看它在剧中的表现吧。艾克斯奥特曼是远古公司在2015年推出的第41位奥特英雄，它是由太阳发射的奥特耀斑导致沉睡在地球地底和海底的闪光玩偶复活，和人间体结合后变成了艾克斯。自身实力不能说弱，但是也强不到哪里去，跟银河和维克托利奥特曼一起出场过。看完了他在剧中的表现以后，咱们接下来具体的看一看这个模型吧。艾克斯奥特曼不愧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奥特曼，就连模型都制作得这么粗糙，从样子上就可以看出这个模型的身份。但是色彩上模型就跟原作差很多了，原作中的白色跟灰色在模型上统一变成了素模，没错，直接不上色了，用的就是素模自身的灰色。手臂外侧的花纹直接涂上了银白，也不分花纹形状了。身上的装甲结构在这个模型上也是以颜色代替，软胶模型引以为傲的头部在这个模型上除了眼睛以外通通没有上色，也不知道这个模型到底是怎么得罪了工厂。和其他的模型一比，这个模型就属于边角料中的边角料。不知道有没有艾克斯的爱好者，这款模型真的是愧对你们的喜爱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喜欢的玩具，也可以在评论下方注明模型名称、型号、厂商，没准下一个进行评测的模型就是你提起的。咱们下期再见。